那在香港。哎，刚刚那么厉害，你们有唱过就是你们 Sixteen 是国吗？对。现在还是 Sixteen 是国吗？打招呼可以吗？可以。可以吗？大哥，我厉害。来吧，哎，好不好？不是是进是广，其实我们那时候会设计这一句广东话呢，就是为香港的歌迷设计的，那很开心，刚刚大家都一起唱，那就好。那就是我们今天，你知道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晚上就是我们世界杯的决赛，对。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这边这个地方，你们觉得像一个，因为我觉得这边很有巴西的感觉，但是我们要先问就是 Lollipop 一下。你觉得来到我们这边的现场，你觉得这边气氛怎么样？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因为巴西其实就代表非常热情的一个国家。然后可以这个广场，然后可以营造这种很热情的氛围，我真的觉得很棒。而且我听说主办单位有一个很高清的荧幕，可以观赏到对，就是现场直播的足球赛。然后我希望就是晚上的时候4点好不好？我们相约在那边看足球赛好不好？4点这边有开吗？3点钟开始今天的决赛，一直到明天早上，我们一直在这边一起看足球。那就这样子好了，3点看到结束，然后我跟阿伟就准备去坐飞机了。你们来这边干嘛？好，来这边看是不是？好，问一下公司，对，他们真的会来，会来。你们都来，来。那我还是回去睡觉。咪其實咧，頭先我哋喺後台都講過一次咧，就我哋 APM 呢一度嘅裝飾咧，實在太過厲害啦。宣傳都話好有巴西感覺之外咧，其實咧仲好似一樣嘢嘅。不如問下阿全、小玉跟阿偉，你覺得這個地方像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像一台花車嘛？你覺得？像一個森林的感覺。對。然後有一些黃色啊、綠色的搭配，很像，就是很像巴西的。黃色跟綠色，你當我們是色盲，看不清。没有巴西的感覺。有去過巴西嗎？没有，但是有没有想要去巴西，或者是吃一下什么巴西菜啊，或者是认识一下巴西的女孩子这样子？敖俊有说他在那个电视上转播的时候，看到很多巴西的球迷，都很漂亮，他想要认识一下球迷。他不是想要认识球员，他想要认识球迷。嗰边有冇 fans 合唱听到吗？我觉得他们在这边就有一种非常热情的巴西的感觉。因为他的尖叫声都很大声，对不对？我觉得他们不是热情的球迷，他们是热情的歌迷，是不是？都是。所以你们都有买他们的新专辑，是不是？如果买了，有没有三军策嘞？有位朋友嗌嚟听听有冇啊？每一个人都有买你们的新专辑，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新专辑的东西，也想跟 Lollipop 聊一下。我哋不如咧，既然大家都有买佢嘅碟，不如就倾倾我哋今次新碟啦。我知道咧，今次新碟咧又参与咗好多唔同嘅制作啦，又有写歌词啦。其实今次录呢一张唱片，有冇啲开心或者啲辛苦，有同大家分享？有没有就是当翻译开的专辑，有没有什么辛苦或有趣的地方？你当翻译现在已经可以。刚才怎么样？有没有？辛苦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在发这张专辑，我们真的能说是参与的非常的多了，因为从前置的部分，就是我们四个人不断的开会，然后不断的吵架又和好，然后才可以诞生出这张就是 EP 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参与很多也是一种好事，算是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那希望下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可以参与更多的东西，然后希望是可以真的是10首歌。因为其实我们距离上一张发片已经有一年久，2年多的时间。那这一次真的很谢谢，就是我们公司志伟哥，然后就是特别用心在做这张的 EP。那其实我们在期待，希望可以尽快做整张的专辑。但我们现在整张的专辑遇到一点麻烦，就是因为小玉即将想要推出他的个人音乐作。哇！我想问一下歌迷朋友们，你们会比较期待？等等，你们会比较期待我们团体的专辑呢，还是期待小玉的个人专辑？还是其实比较期待我们写真集？还是我比较期待我们写真集？对，所以呢，这没有，基本上。
像威廉写真集已经没什么看头了。哦，对，因为他最近都漏光了。对啊。哦，对哦，威廉已经上次是背面，现在可以换肉质。你们都有看过威廉的屁股吗？有看过威廉的屁股吗？可以不用那么大声。难怪威廉今天的粉丝好像比较多，对不对？啊，通常他们会举起来啊，刚刚你的照片把它会冲出来，然后让你看这样。是啊，所以这个是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就是厉害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专辑最厉害的地方。是。大家也期待小玉的个人专辑吗？可以都是预备过，经常把冰冰啊，期不期待？哇！你们会买吗？你们会买吗？会不会支持？无论是小 U 的个人专辑又好啦，同埋 Lollipop App 的专辑都好咧，都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嘅，就系那么厉害啦，同意啊，各位，同意吗？都是那么厉害的专辑，所以现在我们先玩一个游戏，也是跟那么厉害有关系。好啦，既然系咁，我哋就玩我哋今日第一个游戏啦。呢个游戏名咧，正就系我哋专辑嘅名字，那么厉害啦。咁咧，我哋不如先请咧我哋嘅三位现场观众上台先啦。我哋較早時已經抽出三位幸運嘅觀眾。好啦，啱完手之後就企過嚟呢邊啊，剩三位。係啦，嗱呢個遊戲點玩法咧？好簡單嘅啫。其實我想問一下你哋好支持 Lollipop App 噶嘛？所以佢哋嗰對好有名嘅烤雞舞，你係咪已經識跳嘅咧？識㗎啦嘛？睇過下，唔係識曬。或者你哋平時有冇啲舞蹈底子嘅咧？唔緊要，有冇都冇所謂。我哋邊一個遊戲咧，就要考下你嘅舞蹈底子。我們都有試試考他們嘅舞蹈。舞蹈天分，所以我哋要請你哋三個咧，不如逐個咧由行槍舞咧，就去，係啊，逐個嚟啦，咁係，睇下你哋邊，我三個一齊都得嘅，一齊，他們一起來跳舞，然後你們看誰比較最有，我們派舞蹈團的舞蹈老師來看一下他的表現怎麼樣。舞蹈老師是威廉，剛剛在後台為什麼不教了？沒有，不是教了，要示範一下，就是你评审他们看哪一跳比较好。好，没问题。好，咁我哋请三位，你哋去中间呢个位置。好，你慢慢让我们看一下。有冇音乐啊？有，有音乐咯。间隔距离要站好一点点啊。好 ，OK。你们都有练过吗？有练过吗？哎，不好意思，威廉，你现在站着好像健身房的那个绿绿老师啊。不是，跟着我一起。哦，好啊，其实我们可以这站高一点点看，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你三个高俾你哋咯。啊，唔该晒，你三个自己嚟噶咯。我派威廉去前面给你们。好，威廉，看我给你们看好不好？哦，好，你看着威廉，看着威廉哦。啊。粉丝朋友，恭喜你平时。那你们觉得刚刚我们有小玉、阿伟跟敖犬，你们觉得他们当中谁比较最有那个天分？刚刚有一位粉丝，他跳非常的有动感，有动感。就是这位，就是。好，恭喜你得到我哋 A P M 嘅精美礼品送翻俾你噶。系啦，好，我们请敖犬颁给他，好不好？好。不过我都有啲嘢咧，正所谓皆大欢喜啦，系咪先？你两个想唔想攞礼物啊？想啊，那不如给晚点好不好？那输的朋友也有礼物，好不好？好，一定要。嗯，都比较小一点点啊。那我帮你们好了，因为你们输。好，好了，谢谢你们。谢谢。好了，前三位可以继续落去欣赏我哋精彩嘅节目。谢谢你。对，刚刚他真的很有动感，是不是？有动感。啊，有没有那个巴西球迷的感觉啊？有，很热情。热情吗？那就赞。哦，哎，讲到巴西，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是决赛。你们刚才说就是有看球赛的习惯。有。其实你们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德国对阿根廷，你们看好哪一队？基本上我是看好阿根廷。啊。但是我觉得他们两队呢，会在延长加时或是 PK 赛的时候才会分出胜负。你是不是下平手啊？我是看好德国。德国。因为呢，他。每一位球员都可以射门，但是呢，阿根廷的守门员又很强，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德国会1-0。好，那我是看好梅西，我觉得他今天呢一定会被德国队呢
很多的兵看守，对，重兵看守。但是呢，他一定会表现很好，因为呢，整个阿根廷的命运就交在他手上。你说十一个都是守梅西，对，十一个都是守梅西，但他还是不会传球的。所以你觉得阿根廷会赢？我觉得阿根廷比较有机会，不过会打得非常辛苦，应该在最后大概快将近90分钟的时候才会出现奇迹。哦，这跟小月的意见差不多。对，没错，因为我是跟着他下的。魏野，你下什么？我觉得是德国。哦，然后踢进的那一球应该是穆勒。你刚叫德国的时候，有人在尖叫，因为有德国的球迷。德国队的尖叫一下。阿根廷的在哪里？阿根廷的。阿伟的在哪里？好，太晚上了，但是说穿你们也有自己的这一个想法，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玩这个游戏，其实跟足球有关系，我们又来玩一下，好不好？好。好啦，既然讲足球玩得咁开心，我哋又玩下一个游戏咧，同足球有关嘅。我哋又请另外四位现场观众上台先，好唔好啊？好，我哋有请四位现场朋友，这让你们这跟每一个粉丝一对，这一个人跟一个粉丝一对，好不好？你们先自己分组，好不好？好，怎么都跟我一对？好啊，好啊，都跟小月两个。两个，我的，你们两个在这边，那你们两个过来了。Okay. 小玉跟威廉跟两个粉丝， oh. 然后敖犬跟阿伟在这边。哎，抓着吧，我过来。你过去，你过去。过去。跟我一对 ，OK。啊，好，这样子。满意吗？好啦，嗱，我哋呢个游戏咧非常之简单嘅，即系玩法大家见到啦，呢度有一个龙喺度啦。OK。阵间咧就要请两队咧，就系轮流咧，就系刚刚我们讲的 PK 赛。OK。就是要射呢个龙门，睇下咧射得入几多球啦。咁啊，嗱，射嗰队就四位嘅队员都要射波嘅。咁至于守龙门呢方面咧，你哋就自己选择啦。OK。谁去守这个龙门？好啦。OK， 那首先就是威廉敖犬队先来，好不好？好，我跟你讲，这辈子没有人可以从我这个龙门踢进一球。没有，我先。我们可以站高一点点看，这样子都可以。你可以放到那边去。踢得到。我觉得。没有，这个很危险，会这样子。这个龙门也太小了。我觉得这样太简单了。对。所以你要配对，你要配对。啊。不然看到我们踢，但是你脚可以动。你脚可以。哎，我觉得你屁股会很危险。脚一直动。OK。准备了，最近威廉对屁股有一点点，就是你知道他最近屁股有一点小。不要踢我的屁股，我靠屁股吃饭的。要靠屁股吃饭就是他。准备好，我来了。OK， 不可以看啊，不可以看，不可以看。好了，等一下跑了哦，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好，没有，是哪里？好，下一个，好，他好近哦，敖犬，好，敖犬来。来了，好，不可以看呐，啊，不可以看，哈哈，不可以看，不可以看，没有没有，刚刚有鸟飞过，我是喜欢轻的，很轻的，哎呀，他不能出力，不能出力，不能出力，只是不是他厉害，好，来了，我们换一个守门员啊，换一个守门，小绿的，换我们队，没有没有，还有两个，还有粉丝，我们换一个，我们荷兰的。女生要近一点点呐，女生要近一点，这么近的，女生到这边近，对，三码。你要选美人计吗？不要踢我脸，不好意思，我靠脸吃饭的。哎，是不是？那你一次游球的时候都要这样？你那个是在旁边，不是中间。好，加油，加油，加油，来啊！哇，好险哦，好险，刚刚好险哎！差点踢到小草鱼。好，最后一球，第四位啦，嗱，你小心啲啊！阿小旭成個正面都係好重要啊，唔好亂咁踢啊！太困難，真近一點啊！這麼近，近一點，唔係，嗱，我都風水輪流轉，唔見到山水有相逢。你們現在是戀愛節目，是不是這麼厲害？你們要什麼？要接吻哦！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威廉、小旭呢一队咧就对战敖犬阿伟队啦。系啊，准备啊，咩啊？好，准备啊！哎，出球！哎，这边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差内队的，差内队的，对，从哪一种？我解围，这是什么牌？马上，这是我的马卡。要跟你回家了。好了，第二个是谁？谢谢。
离吗？太远了，这里，我刚刚是在这里。逼死他，逼死他，对不对？好 ，OK。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哎呦，哎呀，这不能出力哦。先防守，可惜。好，粉丝，当你们的。换你放手啊！来，你来啊！两球，对，粉丝也要气。刚好来，对，你来啊！哎，你们让他不气啊，你们不气啊？啊，有人找你那边，好看。你能够抢下来被油膜，那他们两个粉丝一起来好不好？好，好，没有，他们还是一人一球，一人一球，一人一球，不要太近了。哦，所以这是第三球，太夸张了。好，我怕他这样小人一勾就勾到东西了。这个是什么体能踢啊？耶耶！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是不是吧？一球，还有一球，还有一球，你就往这边踢就好。你不要看，见到吗？我哋速戰速決，究竟會點樣踢咧？你知咩叫公平不平？要你少都冇人知。眼睛要閉上。我從眼睛。哎，還沒開門，還沒。眼睛閉上。為什麼要眼睛閉上？就是眼睛閉上。我眼睛閉上通常都是要接吻。眼睛閉上。哎，你不知道，等一下會有吻過來。準備好了嗎？好了。好嘞，1、2、3。好，输的朋友也没关系，这边热情好水跟威廉颁给他们。好，这个到底什么卫生纸一包？那个礼物给他们了，不知道，应该是好，还不错的。好了，有掌声为 fans 给我们摇，谢谢大家，谢谢啦。Yes。好了，那刚刚我们玩的足球的这个很像算好玩的游戏，对。刚刚最后一球真的很可惜，是不是？对。啊。所以今天受了千人所爱。哦，你今天运气不好，运气不好那就好了，因为我们等一下游戏跟运气有关系。好，我哋同第三个游戏咧同运气有关系，呢个运气嘅游戏叫做幸运色。幸运色，幸运色。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又请四位朋友上台啦，好唔好啊？与此同时咧，我哋要将我哋嘅幸运色观赏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幸运色。好啦，呢四位嘅朋友咧，首先咧。这是你们是一个人跟一个人一对哦，所以已经分组了，是不是？你是敖犬跟威廉队，加油！好了，第二个游戏点样玩法嘅咧？就系我手上面咧有一粒嘅幸运色啦，呢个幸运色上面咧黐住咗好多唔同嘅 task 嘅，包括有咩咧？石牙球，哇 ，CY， 同埋有好多嘅港住。咁咧就要请你哋咧每一组咧就掟呢粒色出嚟啦，睇你哋要做啲乜嘢，然之后就你哋就做出嚟，咁做得最好嘅当然就。可以吗？不是，这个玩很大吗？这个告诉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彩黑，哪一个？彩黑，来啊，解答你一炮。对，那威廉先来好吗？你可以站在中间啊。给你彩好了，所以彩中就可以跟我玩那个里面的。好的。好，我哋走开。我老陈因为 fans 咧就是啊 ，OK， 加油。1、2、3，准备来投篮，看一下 ，A， 哇哦。你就踩到哪里？是蔡千里。想必你应该是 Jackie 吧？哈哈哈哈哈。谁是 Jackie？ 我在中间。Rose。好了，有请。哇！哎，这个粉丝有爽到哎！我天哪 ！Jack，you jump，I jump。不是，你是 Jack， 因为他看不到他，看不到他。对对对，你要当 Rose。哇！走开进来。哇！Jump，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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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p， 对，他现在已经兴奋到 jump 下去了。
不要有黑箱作业好吗？哎，合力
做星星手势。好了，哎，导演，导演，我想到一个剧情。OK， 也有剧情。你们是哪里？你们是很恩爱的男女朋友。OK， 好，有一天你就发现说 ，baby， 我今天手很弯，长这样子。然后你就说，哎，我也是。然后就合在一起了。导演，这应该是你第一部戏吧？导演，应该是他最后一部戏。好烂，导演。啊，人家是。我跟你讲，心形手势不是你这样，啊，不是，我知道，是这样，哎，太有灵感，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学校的男女同学，是，你是男生，啊，球把最厉害 ，OK， 好，然后你是女生，扳手腕最厉害，那你们扳手腕的时候，就会这样扳，然后结合成心形手势，还好啊，那你来一个，他是，有没有几个剧情啊？最后一个，我看。他是学校里面扳手腕最厉害的，所以他力气很大，所以他是一只手把他抱起来，然后这个女生呢，她也是扳手腕很厉害，所以她手是这样子，然后阿伟另外一只手要这样子，所以是抱起来的。好了，反正都来了，好不好？我跟你讲，那你选，三个主题，你要哪一个？你要哪一个？快点啊，请选择一二三。你要哦，没有，是什么扳手腕？你要跟阿伟做？你说第一点，他说他想要威，喜欢我的剧情，他想要威廉加小玉，威廉的剧情。OK， 好，帮我打个板，好，一二三 ，Action。好，你不是讲片名是不是？我没有感情。啊，哎，听说你是女子高校里面扳手腕最强，我看你的手臂还蛮壮的哦。不然我们现在就来，咱们女生，我入戏啊，入戏。要不要赶快跟我 PK 一场我的扳手腕？好，老大，过去了，老大，你敢吗？我十指紧扣，你位可以点到？阿莫，快啲啦 ！Are you ready？ 啊，我的手，我的手被吸住了，我的手，哇！我十指交扣，哇！你们觉得谁会赢刚刚的这个东西？这个游戏对哪一个粉丝比较？我觉得刚刚整组来讲最有情感、表现最好的就是小玉那一组。对，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了，咁我哋不如头先讲嗰个游戏就由小玉组赢，好唔好？好了，那我们请小玉颁奖给你们赢的粉丝，可以得到你们的签名海报。耶！也就请导演朋友送自己的一些纪念品给你，谢谢。好的，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欢迎好了，拜拜。可以先去台下休息，准备呢，嚟紧好重要的时刻要来。好了，刚刚我们玩了很多游戏了，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就来你们的签名会喽。请劳力公关先准备一下，然后等一下再出来，先跟我们媒体朋友做访问，然后等一下来我们现场吧。还要准备吗？直接来访问，直接来吧，直接来吧，直接来。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同大家做一啲访问的时间。好，我们先让媒体朋友拍一个照片，好不好？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會先安排攞呢個 app 嗰位咧，同我哋現場全部朋友做下訪問先，然之後咧就會正式開始我哋嘅簽名會噶啦。咁我提一提啦，咁多位，如果你哋持有簽名會，Thank you.
Thank you.
另外咧，提提大家喎，如果想繼續咧欣賞到今天精彩嘅演出嘅話咧，
唱會嘅簽名證嘅話咧，記住咧就可以落到嚟我哋台嘅右手邊咧，已經開始有簽唱會嘅簽名會嘅環節噶啦。咁我請大家咧跟住我哋工作人員嘅指示咧，我哋台嘅右手邊位置咧就慢慢排呢度嚟啦。我呢個四字咧有啲幫大家咧用咗簽咗名噶啦，所以如果攞咗簽名證嘅朋友，快啲落到嚟台嘅右手邊呢一度啦。咁啊，都要同大家講講啦，就係咧我哋因為時間關係咧，所以咧我哋今日咧都會同大家有機會咁樣合照嘅。同埋作為一次同現場嗰多位 Love Smoke Active Fans， 如果想繼續欣賞到你哋嘅當然演出嘅話，記住留喺 A.M. 嘅現場。我哋晚上九點鐘咧將會有 A.M. 同埋 TVB 娛樂新聞頻道嘅 A.M. 放港前一個晚上，除咗 Love Smoke Active 之外咧，仲有好多人氣偶像都嚟呢度咧，有咁多位嘅放港咧，放港選手咧，都係偶像嘅加油聲嚟噶。咁啊，除咗 Love Smoke Active 之外咧，仲會有嘅就係林欣龍、吳業君、羅浩勇。鄭俊宏、許廷鏗、小情哀，仲有 Super Woman、Dear Jane， 咦，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朋友喺度呢度大家見面嘅，所以咧，如果想同佢哋有呢個連接嘅話，同埋想聽佢哋現場為大家表演加油打氣嘅話咧，記住九點鐘嚟到我哋 A P M 呢度就第一日排名啦。如果唔係，陣間咧就只係喺度有個名嘅啫。咁所以咧，記住啦，九點鐘咧我哋再喺呢度咧就有 A P M 放榜前呢個晚上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將翻條路相當之精彩啊！當一班放榜嘅金文同事嘅口生打完氣之後咧，我哋十二點咧隨即開始嘅就係巴西世界冠軍賽德國對阿根廷嘅一啲賽事嘅活動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晚十二點咧已經開始咧會盡快開放呢個位置咧入場啦。準備或者另外咧就係今晚三點鐘會現場直播嘅世界冠軍賽德國對阿根廷。咁所以如果現場朋友睇完呢、這個，記住十二點，我哋呢個位置咧，我入場俾大家欣賞三點鐘嘅精彩嘅比賽啊！咁啊，十二點至三點鐘嘅時間咧，我哋現場嘅咁多位 TVB 娛樂新聞台主播咧，都會留守呢度咧，同大家玩下遊戲咧，觀賞呢個決賽前嘅幾個小時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覺得意猶未盡咧，唱歌時候想喺度玩下遊戲，迎接世界盃決賽嚟嘅話咧，記住十二點鐘咧，我哋呢個中間嘅位置就開放俾大家免費入場啦。換句説話嚟講，即係九點鐘開始有 A P M 放榜前一日晚上，跟住我嚟十二點開始，我哋會有世界盃入嚟嘅 A P M 早晨全程分析睇世盃嘅活動去到最後嘅呢一晚啦，跟住落嚟三點鐘開始就有世界盃決賽啦。所以請大家繼續緊接留守我哋 A P M 呢度，大家落嚟今晚一齊玩足全晚。
Thank you.
真的是我们最期待的演唱会了，那很开心，香港粉丝还是跟以前一样棒，带给自己。